欢迎继续收看《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》。为了推广高雄乡在地咖啡产业，婚姻县政府连续19年举办台湾咖啡节。今年的活动也将在11月20、21、27、28举办。在活动开幕闭幕式当中，更分别邀请到金曲奖新人怀特以及梁文音到现场演出，欢迎民众来到高雄享受好听音乐的同时，也可以搭配一杯美味的高雄咖啡。一讲到高雄乡，大家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在地咖啡。伊随着这几冬农民不断的努力栽种以及改良，高雄乡的咖啡产业也已经是愈来愈出名。伊除了爱有好的咖啡品质，业者陈武信因的咖啡包装，也伫今年来得到美国 Muse 比赛银奖。就是我们设计师，就是帮我开发一个无路装的一个设计，简单的设计这样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就是简单的这样扣住。美国设计大奖 Muse 的产品设计奖的银奖。为了推广在地咖啡产业，婚姻馆长是每冬拢来推出台湾咖啡节活动，希望将在地品质上好的咖啡来推广，让更加侪人来认识。至今为止，咖啡节活动也已经举办了19年了。今年也将在11月20号、21号、27号以及28号来做举办。以前的副县长也现在我们的总顾问呢，张清良张总顾问，当年我们一起发现这一颗魔豆。那透过这一颗魔豆的话，把我们整个云林的这个农业还有整个产业给带出来。举办第一届台湾咖啡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19个年头。那么这19年来，我们也看到这个作为台湾咖啡的原乡，不管是古坑乡也好，我们云林县在推展台湾咖啡所做的各项的努力，也获致相当的成就。在今年的台湾咖啡节活动，除了让品尝到在地各种不同特色的咖啡，现场也将举办各种的趣味活动，以为着让民众会当有上赞的体验。婚姻馆主也分别伫咧2礼拜咖啡节，也请到金曲奖新人怀特以及歌手梁文音来个现场做表演。那金曲奖的歌手包括怀特，还有梁文音，那还有就是其他非常知名的这个森林人气歌王哈。那他们都一起来到云林，然后过着我们的慢活的生活，尤其是品尝了咖啡之下，我想可以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那尤其云林古坑咖啡的品质一年比一年好，我们不仅是在国际拿到第一名，我想今年97%以上的生豆也都是精品咖啡豆。台湾咖啡节活动将在11月20号、21号、27号以及28号来做举办，邀请所有民众到店来欣赏艺人表演，同时来品尝一杯在地农村烹的高级咖啡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